哟，已经是开服第十二天了。今天出了一个新的活动，我们来搞一下这个妖皇古意。首先活跃已经弄完了，然后这个远古魔兽差不多，其实没什么提升的进攻空间了。我们今天其实肯定可以升这个下一档的战力，应该能加个四五亿啊。现在是五亿战力吗？希望能翻倍啊！这里我们先把这个一剑吃一下，直接吃紫色的。这个药直接指点完啊。然后现在吃这个单的话，一二三四五，现在五阶的也吃一下。之后的话这里吃贼亏，你知道吗？日理包。其实一会儿升大境界的这个会不会刷新啊？应该这个不会。五阶冰灵丹，再来点。这里的话我们只能吃这个垃圾丹药了，各位，会有点菜。破镜的话它会提醒，还有十二次，对吧？刚好是十二单都吃了吧？我们直接破镜，50%的几率，好，加战力了，各位，看能加4.97亿，我们10亿战力就来了。现在这个葫芦就来了，我就知道会来葫芦。两个，三个，这个果子吃了，六阶直接先瓶颈，加那么多，好，再练两个红丹，哎，指点一下也问题不大，好，加了3万，然后这里直接就突破那么多吧。排名别着急啊，因为都是一星，差不了多少，都一样的。这儿吃两个，再瓶颈，这个单吃的好幸福啊，加120万，再来吃，再突破，好，到二星了。100万的加，这16个全都吃完，再突破。现在是二星二转，奇珍可以设置一下六阶以下的，又可以吃70这个果子啊，70个灵魂加了450万啊，完了，这个刚都没有吃，错了，再升，哇，难得升那么爽，今天主线都可以做了，你知道吗？待会儿还有一个新的活动可以去氪金啊，今天是比较幸福的，各位，哇，直接升境界3了。我们这已经古境了，好，四转，我们是红莲业火五区，一件先装备，我们现在先抽这个东西吧，妖皇古意，咱们礼包可以先买一下，这礼包今天多买一点，给大家看一个舒服的，我就缺这个古玉，这别花了，以后古玉的别买了，买这个花钱的就划算很多啊。98买一下，168买两下，328还是算了。之后我们就攒一攒啊，它的几率如果直接出来，这个几率是500抽会有一抽啊。今天我们先看一下啊，怎么这同时消耗两个东西啊？是给了个碎片是吧？要花钱去买吗？不是，大哥你他妈有病吗？要花钱去买这个东西？啊，这直接出了一个加2800万战力，这个是运气很好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有点困惑。你这个为什么要花玉去买这个东西？我这都服了。我这都花钱买的，你还不让我抽，我祝这个游戏早日破产啊，好吧，这是我对他最美好的祝愿，这还得再花钱，你看就开始花我这古玉了，我靠，那贼烦。血赚是我知道血赚，但是心里还是有点小不舒服，我靠，必须氪金啊。哦，就是给了个20保底吗？这又给20，今天我们这个翅膀能搞得很爽了，各位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有一个新的翅膀，不会掉战力啊。啊，这个东西是通用的，这可以突破，加个100多万吧，应该是。突破加多少？突破11阶了，加了140万。化形就是先升一星，加多少万？加140万。这个激活加多，升星加的好少啊，大家就激活一个就可以了。加130万，差太多了。哦，800万，这一下加的还蛮多的。走你，这里又加20万。这能加200万，就这个魔兽狩猎，因为我们战力多了，这可以雷击，给很多这个金币和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，贼爽。这就是之前爽特别爽的一次，因为只能看这么一次啊，下次再突破大境界可要再等个20-30天了，应该是。啊，现在是五雷轰击，啊，打一次给5关啊，会给一些钢砂之类的升级升新的材料。大哥，你这个，哎呀，现在就没有了，我们先来抽一下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是活跃领取。宝玉300，其实不应该买的，我错了，因为相当于说它就值2块钱，我还花300宝玉，我现在很缺宝玉的。你看这古玉的话，也给古玉，哎，还不错啊。这古玉就这个东西啊，买298吧。妖皇是和，妖皇差一个，妖皇还差4个是吧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4个，好，现在换回来，换成天天宝，天天宝好像也差一个，这个就是克老的游戏，没有错。啊，又出两个魔盒，
昨天还运气好出了一个推荐榜呢，直接就出啊，就是十个魔盒，贼爽，特别的幸福。最后一下 ，OK， 先来换一个小鸟啊，再换一个推荐榜，哇，刚好换两个哎，明白？再达成，再领取，再达成，哇，这是紫金异师兽。下面先问一下啊，我们这家伙吧，血脉深至黄明星，吃两个刚好能升，加68万啊。哎，不需要别的，就需要魔盒吗？那么好。哦，需要两个自身，完蛋。好，下面还有一个天妖血脉又可以激活了，消耗一个，加个60万。真的有人玩这款游戏吗？我们那次上了他的钩子，哎呀，当时有人说求求图哥了，你玩一下这个游戏吧，然后我们就玩了。来，帝国寻宝130抽，直接出一个橙色的，这能出橙色的差不多80抽才能出一个橙色的。好，这个98来一个吧，好久没有抽了。其实你看平常我没有充钱他都给130多抽啊，真的是你买这个98其实挺亏的，不要向我学习啊。哦，又给个龙月凤鸣，这应该是又是一个崭新的，今天运气很好啊。我这100，我又给个橙色的，但是这个应该是身心的，已经激活过的，就是碎片抽出一个完整的，那就是没有激活过的。我靠，再来还有54，这加战力也就是第一天加的多，现在加的都好少了。戒石好像每次时间都会给一个啊，也不是啊，戒石还不一定每次都给呢，成就领取一下。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叫做青天仙士，哎，这是全部领取礼包，买买6块18 30 68 98，你买个吧，主要看在他给古玉的份上，我现在贼缺古玉。好，能开9次，第一火多给点啊，大哥。达成不是昨天就差一点对吧，达成有100个可以领，这先升完，然后进阶，今天一下今天永远都进阶不完了。哎呀，咱们怎么又到这画意的进化一火，青天地心火可以升了，这能升两星至少加400万，你看再升一大星应该加的多一些吧，怎么还加400万，再升一星4星了。好吧，没有加的话我们先把这边39的先升一下，气魂用一下，再把这青天剑一用，青天剑一用，这边还有一个35的，主要这个森林这个要买下啊，银金198买一个吧，今天也就能加到10亿战力了，看升一个能加多少，加20万，森林1000个材料能升很多的。噔噔噔，这好多都是用他们这个碎片去升的，它是蓝色的可以升，这个也没有了。拥有的话应该是还有个什么灵纹可以领一下，这灵纹其实加的不多，11亿，这个很轻松啊，11亿1000万了今天。我们这破产破的比较严重啊，40级升一个吧，这样能融一下，挺好的，把这装备消耗消耗，这也融一下。我需要7个。这就可以领悟了，你看天地灵气加成，符文丹药加成，这些效果加成加5%，第一个这个很需要啊，领悟一下。但是他不出这个限购啊，比较难。其实这个买的挺爽的，给你们看，能买个500个，也不够。好感都给他突破了吧？89级，40，分一下。死在我手上的黑蒙的人。最后的奇珍啊，这儿有很多，刚买了加71万，又可以平顶一下。加了123，好，这把生火直接升一星，加150万，你看这150万就捡来的，呱唧给的，你知道吗？又加140万，好，又出一个68，这个68要买呀，要这个要买的，再升星，再给这个进阶就行了，结束，进阶消耗500个，它是通过10星种火种子可以搞，哦，就可以升一级，加130万，哦，37次，鉴定一下，给个128，这个128买了吧，身上，好，这儿再抽一下。抽这个东西其实你看这紫色的很难得，我们可以兑换那个，还有14，能兑换这个东西紫金异师兽对吧，这是这里面感觉最爽的，但是也没什么作用，因为现在还是在升这个推荐榜，加了470周围，加了250万战力，其实也一般。好的，各位来领取一下这个主线，今天打了贼多，你看，好，直接领取，你看这有多吓人，20个金条龙链，600个戒石。好，今天这个游戏就先到这儿。